打他！你打我！打他！开饭了！哎呀，今天吃什么呀？酸菜。还有蘑菇。酸菜好好吃。好吃。我今天要吃四个菜。就撑着。吃得了。在家天日好，出门一日难呐。难啥呀难呢？左都拥抱的，我现在我还没心里不平衡的。你干啥呀？你要吃饭呢？热，我的胳膊真疼。你也不关心我，天天疼。胳膊疼。啊，多好啊！每天冷水做饭，咱们想吃啥我给你买去。你也不等你给你买点好药。你叫怎么说？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。我发位置了。对呀。这个是我车上那个手机支架，最近一直不太好用。然后我仔细一看，这里边这个两个引导这个条断了一个，要为了这个再买一个又得四五十。我寻思我看看搁我车床上能不能加工一个铁的，这原来是塑料的，加工一个铁的看能不能用上，应该差不多，车一个漆，五毫米小五道小四道，应该是后期磨损了，五毫米，这个呢这是八毫米五毫米，到时候这都是整数。找了一根螺丝杆，用这螺丝杆车吧。用这螺丝杆车。说好了，是怎么样？哎，搁这边正好。哎，嘿，严丝合缝啊！哎呀，这边有点大了，这边有点紧了，完了，这边做的有点小了，不对呀。咔哧卡的是准的呀，哎呀，没错啊，
啊，大了，看反了，吃看反了，再吃一刀吧。这边看把尺看反了，然后插了十道，把它插了十多道，然后把它往下弄一下。哎，这可好了，沿着可蹦了。嘿嘿嘿 ，OK 了，这就能用了，要不然还得花几十买一个，这回很轻松了。犯个低级错误，把表看反了，结果应该是小五道，结果我变成多五道，然后看反了，是五道吧？啊，十道。里外里差了20道，所以搁不进去。24厘米啊，不是我说这道，就是因为我们家老爷子以前都说差多少道，然后我都说差多少道，那叫差多少丝，差了24厘米。